请收看《卫星世界》，用体风水学传法讲座。关下咱万里地，咱个张镇长，咱农会总干事理事长，代表会啊主席各位代表，下咱扶持咱办这场一景风水学讲座个咱各个单位，咱各位咱万里个乡亲啊，要全国十方圣地区，大家晚安。啊，咱今日咧是中华民国93年4月7日啦。啊，咱在万里的农会啊楼顶咧大礼堂，由咱万里农会联总干事，甲配合着咱万里各国单位共同的扶持，啊，咱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所谓。动手啊！咱的指挥长啊，大家咧拢是来自十方，啊，来自天上的世界，来到万里的所在。先来讲对天上来呢，啊，咱以后我来到位的时，哈，直接和镇长交代暗餐的时啊，伊讲昨雨落个足大，落个安尼。啊，落个足大嘞，烦恼我惊，若阁继续落雨要安怎？哦，即话紧，但即会停，吼、哦。因为最近办足侪场的咱的一间风水学的工作啊，进前一天拢一落雨，落雨的时啊，就是洗尘，这是咱地方的人福报，咱的各单位全力扶持。上天甲咱加持、甘露，那观世音菩萨甘露顶呢，甲咱洗净，这就是水。风诶，这个风啊，就是一种风气，大家心。所以风甲水，风甲水啊，毋是干咱咱所讲诶人啊，我咱人若死以后，咱来看风水，毋是安尼尔。风水在咱生活之中，心。佛菩萨要来到凡尘的时，吼，拢是乘风乘雨，坐这个风，坐这个雨，雷电来到位，来到咱的凡间，到咱的所在。在前半个月前啊，啊，咱伫二六年，不止半个月啦，吼，二六伫轮回轮回。进前一天落大雨，较早起，迄早起九点还落大雨，洗甲清气清气凉凉凉的，迄暗咱就举行着这个工作。啊，伫德当嘛是共款，所以啊，哈咱总干事咧，哈伊就讲啊，伫落雨的时，已经证明着咱万里镇咱的乡亲，咱大家各位咱的诚心甲福报。啊！拄只咱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副秘书长、前副秘书长，甲各位介绍讲，去年10月28日，伫嘉义，哈伫咧室外广场咧举办一场易经风水学的讲座。那么警察局咧，吴局长、甲督察长、我地主张督察长咧，啊，伊讲师傅啊，阮。这个嘉义啊，
啊，汽车、机车、厝内、厝外的失窃率有够悬，机车35%到38%，啊，家庭社会犯罪率、犯罪率呢，全省呢所占到已经63%，哦，这是足悬的哦。咱迄、那个咱所长，那安尼是不是足悬啊？恁着足有工课要做啊咧。好、哦，啊，我迄天呢。咱伫暗时伫外面，好天啊！我拜托咧，两天护法，你降落来，两天护法无重生啊！啊，化解干戈释战争啊，夜晚人心受疼呀，当期世间会当和平。啊，伫祈祷的时啊，开始慢慢雨就落来哦。菩萨佛菩萨都降甘露，咱个要求拜托两天护法慈悲，吼、哦，咱保庇，或者手一条来硬痒痒的，好面痒，吼、哦，啊，心头要爬位树啊，无脚无力好爬过，吼、哦，啊，要厝个顶，伫枯壮个呢，吼、哦，好爬袂起哩，吼、哦，困暗时困较饱嘞。好，莫讲三更半暝唔困，拢去爬人围墙顶偷摕物件。啊，看人车手震震，乌多摆震震，司机较拜托个，咱就当场求佛菩萨啊，当地圣王爷慈悲。嘿，一个月后呢，咱的督察长啊局长呢，伊讲师傅啊，35个剩17、18啊，啊63呢，剩20尔。犯罪率就差哩去啊！哦，咱唔是讲万里今日会着贼偷，唔是安尼意思。咱就讲，咱今万里是只下只好所在，咱有晓一年两天护法来给咱斗保庇。今日办这场法会，咱的曾阳佑曾老师，日南国中曾阳佑曾老师呢，啊，伊也是我一间大学。我的学生学员呐，很老啊，要继续在学。啊啦，伊咧，要师傅啊，我愿意，我咱来办一场好，我好啊。去年办到这个时阵，已经办5个月，未满6个月啊。好，我好啦，伊咧真无闲。一年到啊，几个先师，咱王禅老祖开始讲，哎，伫今日一年到啊，要来遮办，所以一年到。昨暗昨暗才落大雨，无好事讲这酸嘛，无一定讲会遐尼拄好啊。即只咱地方的众神会慈悲，地方的妈祖婆众神会慈悲，啊，甲咱加持护佑啊，即嘛是风水呢。所以社会会袂和谐，甲地方的风甲水有连带关系，环境有连带关系。啊，咱万里一个真正淳朴的所在，淳朴的所在。啊，咱万里的所在呢，过去咱的都市计划测量的时，我都有来办过啊。因为我经营中心测量公司，啊，这个现在呢，嘛拢继续在做一挂都市计划测量。所以过去伫万里办都市计划测量的时啊，啊，山头我那啊走进一山头。一面学，一面有兴趣咧了解咧，发觉咱万里的山头呢，拢文文圆圆啊，圆圆啊，圆圆啊，咱人的心啊，上平和。你看大陆，长江上平咧，山拢好，山高水深，人民归心。大陆的好，迄长江还真爱相拍呢。好、哦，自古以来，哈，更少见嘛，长江沿海沿岸。两岸的修建，迄些啦，遐山真高、真尖、真喘，所以大陆真爱相拍。若无拍咧，手怪怪。这是一种真正奥妙的代志。那么贵国先师王禅老祖，是6年前啊，伊讲，你爱带一阵同修，吼、哦，去大陆，哈、啊，迄、那个长江，是头到尾行一撮，
爱认真持咒，伫船顶呢，虽然嘛伫遐过暝来讲呢，即物件捞起来，真诶在外面呢，行到长江三峡诶所在呢，一定爱持咒，爱躲遐过去战争死亡无辜诶，即个三军将士，躲因诶灵，哈、啊，爱当爱台湾，甲因设立位啊，上京超度。我讲好啊，来去啊，那有啥？去到长江的时候，发觉哦，上边的山遐悬，映着古早人风水大师所讲，山悬水深，人面鬼心，才体会到讲，吼、哦，大陆遐一阵都是安尼哇，阿弥陀佛的啊！但是咱湾里山闷闷，这拢出一挂圣贤。好，出一挂，咱一挂人心平气和，诶，大仙人、大菩萨。所以站在万历这方面呢，下卡在我做测量的时，就一直在印证、印证啊。今日来到现场呢，而且看咱办这一间风水学的工作的时，咱所有的几乎咱万历各国诶团体单位拢全力扶持啊，这个可见。就是一个团结。日本是安尼遐团结，日本吼多行个山门医院，甲咱完全共款嘞。所以一粒连一粒，心连心，心心相印。日本人团结就是安尼来。那么对今日伫咱湾里，会当看出到咱湾里会大团结。这是有其行必有其灵，有其灵必有其应。有迄个形，就出迄种人，比如讲，咱苗栗某一个山区，某一个山区咧，伫泰安附近咧，伫古早日本时代的时啊，迄个山区咧，因为遐一只狗，遐一个狗熊，狗拍咧，狗都上爱讲价，啊，佫一只内向的熊，一边狗一边内向。结果，迄、那个所在，咱人呐，牵牛过，牛红牵的，穿衫过，衫红脱掉，穿短裤啊，等于，拢爱共抢劫，是啥？地形啊，遐狗拍咧真恶的形，伫咱后里过过泰安火车路顶边遐一个山势，我见了过，都较欣赏咧。吼、哦，这只狗实有够恶。高雄，啊，搁只内向，影啊内向，啊，搁嘴尖尖倒来，所以咱人呐，经过开门，拢用抢劫，这是奥妙呢。啊，要苗栗大湖，咱法云寺对面呐，法云寺对面遐一个内向山，入面迄个叫做啥山入面，遐一个温泉。啊，一个温泉，吼，遐温泉区火山嘛，火山温泉区要入去内底，爬落遐山的真尖。伫清朝时代啊，伫日本时代的日本时代，吼，遐咧番咧拢会出来，早期拢会出来要杀人，每一人一定爱来断一个人头，等于祭天。结果咧，哈，迄就是迄山形真歹。啊，所以法云寺啊，遐师傅下就爱徛一间佛寺的向对遐去。有一天诶，遐番诶开始要出来杀人诶时啊，看到法云寺这边天兵天将，天将有够侪天兵天将啊，全咧啊都等于全咧开始无过来杀人。法云寺你毋知捌去无？大湖咧足水诶大地哩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九曲来调啊，气质很啊。哦，此地会出圣贤呐，迄、那个所在，迄、那個、地理要咱苗栗东路过这个公馆的所在，公馆后山呢，伫清朝时代，孙安大人对东路过来，好、哦，较早咱都看到空啊，都讲咧真大摇大摆过啊。结果，大家东路爬迄个山过来，喊个停，袂用讲，袂使你袂东路袂使讲。那点点点行到一站啊，佫讲，哎呦，奇怪！
问讲大人是安怎？这个所在啊，面顶有一个碧溪山，拄只要看一个碧溪山的时啊，因为这一定有出到比伊较牛的人，出到牛人，所以袂使你讲大路，啊点点啊过去啊。这是第二，结果看看，迄、那个碧溪有破去啊，马上佫讲，因为碧溪有破。啊，所以无人比较牛的，路都阁讲过啊。恁的话，伫东路迄个公馆山顶遐咧行安尼三个机吼，像咱去藏别个安尼，毕竟结果去中间嘞，白白只阁安尼起来破格，一破壁呀。好、啊，所以无人比较牛，又阁讲啊。咱万里通宵，毋是印刀山，吼、啊、印刀山。嘛出一部大风水，出一个足够的人呢。所以有其形必有其灵啊，有其灵必有其形，这是山河大地也不可思议的妙法。在二十多年前，咱这个叫做。从迄个台北观音山淡水口、西仔头、观音山内西仔头，甲关刀、干刀迄个内西乡北水口，西乡北水口呢？啊，较早这个台北市毋捌有水灾，因为西仔头呢落来空阔，空阔叫斩破去。啊，墙劈落来，迄嘛阁起一间厝，阁斩破去，斩一个水就倒淹入来。迄年拄啊，咱台湾退出着联合国，哪怕弄破，咱今联合国，咱嘛联合国一员啊，免在遐咧伫受人欺负啊。你看咧，白雕尔，好在在当时啊，白雕咧老总统，话讲，紧咧阳明山。大饭店、阳明山大饭店，马上过去去。外水口收袂掉，收内水口顾经济，家人和这个出来咱的燕山饭店，才去起迄栋大楼啦，来挡着咱国家的内水口收内面的经济。外面的外交挡袂掉啊，无多就内底啊。所以咱真侪人。有的会去怪老总统是安尼当时汉贼不良力，吼、哦，我所以安怎？事实上，有原因，家己地理败掉呀。当时伊一个国师，哈，连刘国师、刘培忠国师，我相信咱在座真侪人，刘培忠老师也弟子，伊是当时国师，伊甲总统速速燕山饭店起起来，那无咧，这个国家会最会灭掉，用这个铁证，速速起起来。这真正做稳定了，经济稳定。后来呢，啊，我研究地理风水有一个心得以后呢，我假使呢，官道外口那三千公教，三千公教，三千三十千公教收水口的时啊，咱台湾经济会阁变起来。啊，无几年了呢，较多呢，对迄个叫做官道出去呢，八里遐。遐去做迄个大桥，哈，拄啊三个拱桥起来，拄水口都断掉咧，台湾经济开始阁爬起来。水口一重要啊，水口一重要。所以这拢是风水，先天的风水，后天的风水，先天的好风水，后天去甲破坏掉去啊。啊，有诶先天不足，后天来补，这就是咱风水的妙法，嘛是一。经济高无上的精华。那么今日呢，来到万里咱家举办一间风水学讲座，咱借着这个因缘，将真侪妙法讲出来以后呢，咱嘛是再待是一个月后呢，咱差时间一定来将这来播出。好，因为各位恁的因缘，咱将这妙法呢，咱会当个。保护全国的同胞，大家知影，莫随便败地理，莫随便破坏地理。要起厝，唔通开玩笑；要起厝，
啊，咱像哈，当咱原来咱政党，咱国民党，啊，伊个厝咧，东部咧，去唔到，我讲讲你去唔到呀，叫龙虎洞、龙虎洞，哇，东部啊，这边足远嘛，这边足远，安尼起来，啊，足远起来咧，变作龙虎洞，我嗨啊，国家不停个代志出来啊。刚刚啊，原来真圆满，弄一个山绵绵，龙虎斗啊，各位，哦，所以风水是永远是存在，唔通去讲啊，这无影，无影，咱就无了解大自然的法则，你就讲无影，无影当然尾啊有声咯，无影有声，挨挨杂杂就有声咯，啊，咱就去讲。这么多人、啊、为了民主，要让我们的民主，台湾共同的民主，结果呢，让、啊、我们很多不幸但是发生以后呢，啊、这关卡呢，我们只是在睡，他们就好像穿呢，在外面的压货，阿弥陀佛想起来，告诉怕我们的孩子在压货呢，为了民主啊，我们敢睡得去，睡不去啦，那么这跟风水有关系啊，因为足侪代志失去理智，风水的法则，目睭所看到，耳仔所听到，鼻所感觉的，嘴子所感觉的，身躯所感觉，即是风水啊，即是风水。一间厝，咱若真正安稳的时，安定的时啊，咱入去厝内底，皮肤的感觉，感觉真舒服。若是整厝有问题的时啊，你入去辛苦鸟屎差。啊，咱上梅山上文寺，咱的中国人间净土公益基金会，咱自年开始成立爱心团，有600团的爱心团，拢由咱一间大学的同修免费为十方服务。啊，我家庭真袂平安，伊敲电话来，咱用个轮。配啊！吼、哦，今今日爱接电话入来，也是来申请，就招第几团呢？啊，我第几团，其中有一团伫后里代理。啊，代理一个家庭呢，真袂平安，敲电话去啊，予咱只爱心团的同修呢，予咱师兄登记下来，哎，轮到啥人？啊，敲电话到某某人，这个某某家庭某某菩萨因兜真袂平安，请你。家联络轮到你，迄暗尾暗暗嘞，敲电话去到，我要去恁遐，电话接落，开始脚手啊皮喘，身躯拢冷的，叫电电着，看遮严重，煞去，干呐照着电话，讲着电话，就接对甲咱个同修师兄身躯去，而且呢，迄师兄实际是做国中嘛，做老师啊，像哪样呢？第二天呢？就规大阵三个去啊，吼，就招咧就去啊，啊去咧，啊怎么加招过啊？唔敢，结果就三个去安尼咧，啊一个外口惊着唔敢入，两个入来底咧，身躯规阿毛粉拢酸咧，头壳疼，拢麻，面起灰金瓜，目睭起金乌，这是煞去，这间厝煞去，影响着一家5个人、6个人乱糟糟，这是这是。风水的道理，对人利害关系，就是风水的妙法啊。在中安寺，家长、店长啊，各位，咱的弟兄的啊，乡亲，风水是。一牛车未用无十压，你捌听啦吼？风水册一牛车未用无十压哦，用伫咱厝里无十压。但是你要风水册要读到煞，一牛车你也读袂了。但是发生是咱家内的问题呢，确实往往一张半张都影响着啊。好，这。我拢甲写伫这本书内底，今日送予各位，若是咱各位乡亲
哈、啊，全国的同胞咧，你若爱食，用虾皮来索取，但是会记哩，现在的时代服务费，服务费的时代啊啦，服务啊，人力的时代啊，啊，人力，你爱有一个健康的人力，社会才会健全。无健康的社会，国家嘛未健全，这拢是风水啊，拢是风水。曾经有一位信徒先生，伊的官呢，我来做啊真大，未敢来说。伊来到仙路寺，啊，伊就穿一个便服，啊，请问老师啊，我嘿，啊，你讲风水讲啊一年。我是真有兴趣，我逐天有咧听你在时咧讲风水，但是我都无感觉到风水好甲歹。我甲讲风水的感应三点人，第一咧，王侯将相的人咧，风水对你影响无真大，但是对你家庭的影响是足大的。第二种咧，做生意的人。的风水真重要。过来呢，咱家庭生活贫困的人，风水搁较重要啊。所以三种人，王侯将相，因为伊有天良佛法，伊有前生呢，种足济善德，做足济足济足济的好事的时啊，伊即世人伊福分享受也未了。啊，即使风水小花不如意，也是伊要一个福分来动。但是，一旦时间伊福报享尽的时啊，那么伊自然像咧崩山。啊，拄只咱哈，电总干事伊嘛在家己个开始讲，一命二拍拼三风水，命是生生世世带来啊。好，啊，二拍拼，大家拢拍拼呢。含暗时啉酒嘛，拍拼；咱跋筊嘛，拍拼。哦，拍拼目标有台无相像。三风水，风水所在的环境。那么这位高，这个高级的长官呢，伊讲老师，按你讲，按我有感应到啊。啊，第二种呢，属龙工商做生意的人，风水足厉害。厝顶的风水，若唔对只，下海啊，百事未顺。啊，员工，哈、啊，做心未静，哈、啊，啊，做生意咧，边起主，路起主的代志，拢会发生。一般做生意，那么再来咧，咱一般贫困的人，咱真济咧，真贫困，咱做未出头天，家里未平安。我看咱三地同胞，台湾三地同胞咧，伊个厝咧，吼拢那好尾了咧，好尾了，安尼啦，对这里都安尼渐渐吼落来，对下面出入来都好尾了厝个人，拢赚偌济，赚溜溜，食溜溜，赚偌济，开偌济，啊，银种冒发咧。结果伊就赢家包牛啊，赢死只包死牛，三点到五点先食，食五点到七点的牛，食来生赢，无可奈何。足济真济真济，咱诸济功德会，大慈大悲的诸济菩萨，啊救度真济人，救度灾难有够济，迄是咱人世间的大菩萨。啊，我一位地主啊。啊！伊伫婚姻，啊！伊是原来主持功德会的一个委员，啊！伊呢厝边呢去看几啊间厝，较早拢一直救济啊，啊！伫啊救济呢，看啊哟冤枉啊！这救济厝这房救济这几间拢唔对去，啊！要甲改厝，我都接受，到尾啊呢？因为救济十四年啊，十四年真不幸啊，洪救济尊严拢无起来，真无彩啊。那么伊就买甲救济，报去买救济，
伊甲伊咪讲，吼，恁有够无慈悲的，甲救这十四年，无继续甲救一落。哈，甲问讲，是安怎要安停？你厝唔对，你甲改过以后，你就头路有空过啊啦，甲咱平安啦，卖啦，继续救一较好啦。伊想讲救一先谈，但是你只想欠人毛啦，伊啦好不了厝，问到外围。都拢平安去啊！风水大问题呢？咱工厂嘛同款，厝场徛起嘛同款。啊，倒只呢？我都去咱湾里日南遐，啊，有一位咱的菩萨的厝，啊，伊的厝呢，向出去呢，啊，都好像看看，景好平真高，头前厝角尖尖，哦，你这么大一门。心头乱纷纷呐，心未安，心未定，因为目睭所看去，咱若看出去平平只，咱就感觉真正平安咯、哦，心头真正迄个。咱即摆真侪装潢设计师啊，真好设计，甲你迄吼厝内底甲你牵只条吼厝诶，好多艺术，好多艺术，哈，处处安尼啊，安尼还。你若到时看一个厝，看惯时吼，阿爸你会头发撇撇，伊啦，目睭所看嘞，穿入脑海来，咱心头就对你乱了哦。啊，曾经咱就一厝嘞，我去恁家嘞，我哦，恁家磁场屋啦，磁场啊，哈、啊，一个磁场屋有够赞嘞，我嘿啊，老师，我内底吼，和磁场屋嘞，大家几万拢会戆，包括规家伙拢嘛拢在戆。啊，所以啊，像先生啊，都搞个磁场屋，有磁场诶。仔细想，伊厝咧内底个装潢那个设计，条啊拢出诶，好多现代艺术。结果因厝诶人咧，大家咧讲话咧，斜溜斜溜。这个风水啊嘛，我讲听他妈定调诶啦，哎呦，定调了咧，过去怎么咧，拢稳定呀，无安尼。别个囝小看，我看咧，伊看伊笑，伊阁看伊笑诶，迄阵足奇怪，迄阵风水，目睭所看，就是风水诶问题啊。咱有一位信徒，伊咧，哈、啊，真是真正可爱啦。咱真看着火灵厝，真看呢，吼、哦，真看火灵厝安尼。啊，伊咧火灵叫拆掉，伊就甲起一间。厝咧向迄边，含正新咧，都共个咧，或者人西个厝啊，人西个厝，你厝起来去，后壁点点擦擦个尻川咧，哈，大家嘛，直肠癌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直肠癌，底层又只不闪着，又只不啥，规家伙啊去咧，我阿弥陀佛啦，去到楼顶，恁阿个迄个。变成三四只，恁家开看护哟。伊讲唔是啦，因爸、因小妹啊、因某，还遐咧，遐咧团众的兄弟啊，拢去变成家己在困、家己在用的啊。我讲你去安尼，吓人先生讲去安尼吼，去安杀的，即个我怎么会去当个？哦。我你阿爸拆掉啦，无效啦，你拆掉啦，你迄、那个，迄就是后壁一支，接着那一支箭，遐后壁写的，结结不灵，这就是风水咧。所以风水唔是讲啊，我看什么样啊呢？嘿，各位乡亲，啊，各位是风是理是，风水是，哈、啊，咱有够多，你阿爸。读较精细精的时啊，咱先问师，吼，我摆起遮个遮，遮济，我讲已经讲1967集啊，甲家人讲1967天，好，啊，还有各班各界在上课咧，已经有讲4000外的课，
拢是风水甲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，有够侪，即拢是风水。我讲迷信吧，事实就是在眼前。曾经咱就位信徒先生，啊伊咧头壳咧敢若晕，他阿妈去啊头壳咧后脑咧落落，目睭看无看，会讲话再见，但是咧目睭好好。结果咧，伊就走来摄影师，来摄影师啊，我奇怪这些啦，啊，敢若看下头乌乌，安尼一定甲眠床困的关系。我才甲问讲，某人是毋是你困的面顶？吼、哦，面顶咧有人藏便所，还是啥物件捡垃圾的？伊讲无咧，哪有无的？我叫太太，你等看卖。你先生一定有问题，你若睏做伙，无，阮先生甲你睏一间，啊，睏一啥所在，伊就孤僻，要甲你睏一间，所以我就浪费一间啊，原来迄间啊浪费较大嘞，伊会睏嘞，拄啊伫面顶西躺，下骹西躺。你看，我洗目睭洗面，足正常啊。啊，等于呢，下到。刷刷呢，未瘾做，七斤未瘾困啊，互你害到七个八笑，食个害，干你无智慧、无相信去疏忽了，这一个例，要咱一个例啦，就是翁仔某，哈，翁仔某咱咧困的时啊，脚尾唔着有电视机，注意哦，这间是足大间的食品公司的头家头家娘。头前呢，啊，都伫睏个脚尾咧，电视要看较方便。翁婿脚尾电视机，当然查某人较大，一定电视机看头前，看较侪，看较正面啦。结果看三四年呢，拢睏袂去，安尼睏啊翻。到去年一五月啊，啊太太讲啊，你睏袂去无？换，伊讲无换你睏咯，换太太过来睏咯。太太过来睏嘞，就真好睏啦，伊也蛮好睏。我去年十一月，我才去伊啊公司工厂要改建，去遐看看房间。我真啊查某人睏遮，查某人会生子宫瘤，子宫瘤，甲袂变癌哦。太太嘞，目色硬啊，老师，我已经子宫卵巢。规个拢提掉去啊！哈，一个月前去提掉去啊！啊，咱脚尾绝对无电视啊！恁的脚尾拿电视要注意哦。查某人生肠仔瘤，查某人卵巢瘤、子宫瘤，一定个，因为迄辐射线放射线。你假使电视，你用布甲盖的，你甲切劈下，放射线偌强，你知无？啊！你不管是坐咧伫遐看电视咧，坐咧摸体咧，脚咧开开咧，较舒服咧，哈！肚脐啊，肚脐是接咱的天地气啊！吼，肚脐这条咱的肚脐细啊，伫妈妈腹肚底，还是囡仔伫咱妈妈腹肚底，就靠这条气接着无形天地之气啊！虽然肚脐真吊摇。肚脐要活了空空哦，肚脐哪个无空空？你肚脐好见天见风的，马上感冒，风寒就到位啊。那么相对，咱咧困，咱就坐只台伫看电视，迄、那个电波乱流的电波经过肚脐，等下内底出问题，十个、九个拢出问题，要未出问题，真紧就得要搞啊。所以各位，咱爱作注意，尤其咱妈妈诶，查某人妈妈，上会着到这个瘤甲癌。因为咱做妈妈诶，女性查甫诶阳性，阳一环顺光。啊阴咧，咱查某人阴乾坤，
吼，坤者，易经的坤就是阴性。咱十个人的体质，上个较阴性。十个人体质阴性，十个人的体质属阳性。阳性呢，系影响较少。阴性啊，上惊这放射线、辐射线啊，所以讲伊阴暗等于可能真侪人会做无用诶。哈哈，咱爱紧来摸摸鼻仔去啊！那无诶事啊，咱爱看电源丢掉，吼，你用哦布甲盖诶，啊是一件啊盖衣襟啊盖诶，咱爱用就无代志啊哦。无代志，但是脑海内一点事嘛要你做啊，上好抹掉，抹去外口去。这嘛是风水，咱真容易疏忽哩咧。古早人这段咧写无着咧。古早圣贤伊找你去病啦，病有我处理。但最病无讲迄个卡尾电视机吼，这未使摆，因为古早也无电视机。哦，到即摆才有电视机啊！我说风水发无定发，发一直在转。另有咧，吼、哦，咱有一口罩，啊，伊都也是讲真正，啊，真有性格人。啊，伊咧，面城刚买一间旧厝啊，真旧厝咧，迄、那个所在都自己建，建咧一讲就抽得别个出来，水啊，伊想啊较省。结果眠床顶呢，啊，就叫因囝去困。伊嘛唔知影，连咧迄哪有啥水，含水甲阮囝无关系咧。想水这甲阮囝无关系就对啦。结果迄间房间呢，啊，因囝在困，困到尾呢，囝又自己一个抱呀，啊，又只困咧。那第几站咧？开始去杭州去啊。六七年前啊。啊，就有一天为了这问题，走去请示贵国师、贵国先师王禅老祖。老祖啊，开始讲，恁眠床位下面呢，伫抽龙骨髓。伊讲哪有啊？我哪抽龙骨髓？有啦，老祖讲你抽龙骨髓就有啦，哪无？你眠床是啊？啊，要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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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要修啥？迄天正讲，阮囝伫抽龙骨髓，内底有鬼也无？阿弥陀佛啦！我查者，伊就伊眠床下骹一支高针，啊水牵出来拢在用的做，啊结果灵气，咱睏的时睏去，眠床下骹就灵阴的灵气，面顶呼吸着阳气，所以你若高针伫眠床骹呢，伫抽咧，人两骨髓开始神骨感，两骨呢开始会呼气。买来食，问我要安怎？要安怎？无去找一挂牛的龙骨去豆黑用完啦。啊，就迄就无一样。只古仔去封掉去，啊，要封古仔嘛要有功夫呢。啊，我古仔爱封好啊，我等下封啊，等下就吞掉，吞掉的只看就好啊。结果暗时因囝呢，佫困伫迄间。用爸，那就遐一空，见面嘛，足侪人下骹在休，门甲开开啦，我袂当入去，袂当出去啦，规暝甲咧休，休一阵个，休我唔敢住，才阁走来请示老祖师尊，老祖讲，甲你讲，讲了安尼就，好在靠靠中，袂就转去啊，无问讲要安怎防止，因无啊，然后风险了闹啥？放下内面放掉真济，遐个足济阴灵伫下面。那么你爱个阴灵引起来，你爱一千个寿金，二十块多啊，一千寿金。好啊，一碗米，一碗盐。好，咱寿金要烧的时啊，咱请点三支香，请本境神王爷。本地托你讲，或者你必须要王禅老祖帮忙，请王禅老祖家人帮忙，我要封这口井。啊，若是井中有法界、三界万灵，无事孤魂、幽灵、重定，请恁速速起来，
我要封这咯，然后金纸烧烧热嘞，过你只金纸壶甲倒伊，背落锅子底，然后只盐，只个米落，过一时啊嘞，哈只个沙甲吞落边，遐一定都出来。那无你封就封直接煞去，所以这是封啊风水有法证呢。这咱真容易疏忽。现在咱在做咧，咱管理咱较早农村的生活，啊，咱的古镇厝前厝后所古镇咧，咱要封的时，咱照安尼做，一定继续平安呢。啊，咱既然那封掉呀，咱唔知有起来无起来嘛，唔知害啊。唔知道有起来无起来，唔知要几十天内面，我教过一个方式。好，你去取一支七，迄个叫做七目的竹啊，青竹棍啊，七目的竹啊，啊你牵个弄互通，七目啊，一目弄个弄互通，铁弄互通。然后咧，你只竹啊，甲插伫正咱风正的所在，咱穿。这个叫做过爱拜拜，吼阿阳米寿金拢爱，咱请圣王也是观音佛祖，咱众神牵因的魂魄离开这中，然后咧烧烧化化咧，好拜拜刷一下，啊咱才化去了，迄支竹啊抽掉，啊咱才使它甲破开，金纸。骨托你讲金，塑黄金变啊烧烧，开安尼即口正都无问题啊。若无内底，予咱放几大阵，伫内底困中昼，暗时咧大声细声响嘛是会有诶可能，所以大家爱注意，阿弥陀佛。